大东夜市伫六十九号暗时结束营业，将近200多位摊商伫一时之间失去生计。这些摊商30号前往台南市议会头前，又去被布条顶前，希望市长黄伟哲会当出面，予因会当继续原地摆摊做生意。芒果各位，芒果各位，这边摊贩目前都没有位置可以排了。这次的诉求是拜托黄伟哲市长能代表我们跟业者去沟通，让我们这些摊贩他们标到这个地方，市政府让他们标到这个土地，结果业者在使用，摊贩的人都不能摆摊了。我们只诉求他们还给我们摊贩有一个摆摊的权利。在大众夜市的招标的过程中，业主已经在更换别人了。那当然，我们尊重那个台南市政府他们的标案，但是重点是，我们新的业主进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台南市政府应该进到一个就是沟通的平台，他必须要提供个平台，因为业者跟我们摊位好朋友哈，摊位好朋友，事实上他们是应该是一体的连体婴，因为他们为了是要合作。市府警发局长林英川以及财税局代理局长邱宝玉也特别前来顶前现场，并作出回应。因为当时阮财税局，因为阮土地已经到期啊，吼，所以讲阮这伊的租约是到今年的8月31日嘛，吼，啊，唔过阮是1806年的时阵，阮这是市农会的，吼，啊，尾啊到1806年，阮才确定。哦，所以讲到恁的租约了后，阮这边有土地的公开标注的迄个程序吼，伊袂当停，伊也无标注出来，阮这上咱嘛那边嘛转停的。啊，所以有出现，再出现即马有两个业者的问题吼。会有这种状况，其实是原来的业者他有去投标，但是他投标进来就是公平的啊，一定要合法的，合法竞争啊，对，是啊是 啊，所以其实阮嘛有其实阮司法嘛要求讲新的得标的。厂商啦，哦，你若讲要做夜市的话，爱照顾着原来听摊商的权益，即款是有甲做这个要求的。自救会会长李德也代表摊商向市会交出定情书，诉求希望会当原地原打做生意。议会要由秘书长徐建林代表接下定情。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